招逼疯你的女朋友。如果有天我们分手了，你会想我吗？不会啊。你是说我们会分手？这次没法过了。如果我们分手了，你会把 PS4 送给我吗？这道题不成立，我们不会分手。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你都不肯买一个 PS4 送给我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如果我和你的前男友同时掉进粪坑，捞上来还要做人工呼吸，你会先救谁？能先救你啊。好啊，你还说我是你的初恋，这日子没。亲爱的，亲爱的。哎，任先生，你吃的什么雪糕啊？我也想尝一口。可以啊，我给你买。谢谢你的巧克力味雪糕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小鱼味道。哎呦我的妈！任先生，我给你变个魔术呗。什么魔术啊？好了，你已经点燃了我内心的热情。那我也给你变个魔术吧。也好了。啊？什么都没有啊？我变得更加喜欢你了。我想要看春天的雨漫。又说有人是来面试我，等了这么久都没有来，什么破公司，不面了。浪费老师时间，走。请问是来面试的吗？啊，是的。哇，这破纸巾，谁放这么高？我的妈，怎么拿？小心！怎么纸巾都拿不到？给你，你要干嘛？好想和你在一起。是，今天是我进公司一周年，也是我认识你一周年，所以呢，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 surprise。surprise， 你先闭上眼睛。整天抓我考勤，抓我偷懒。这次出去，我要和小姐姐看电影，出去花天酒地，出去。哎，是我的惊喜啊。那个我。上班无缘无旷工，扣五百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人事，你在吃什么呀？你在吃什么呀？啊，我在吃这个呀，你要尝一尝吗？我不要。来嘛，试一下吧。假如和人事谈恋爱。他怎么又迟到了？哎呀，怎么办？迟到要被扣奖金了。我已经加上1.8%的时间给你了。亲爱的，你干嘛这么多人？想你了呗。和你已经不能控制，每天想我一次。打钱，给我发钱出去。我没有钱。没钱？哪知无依无靠，无牵无挂，别耍花样，不然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。无依无靠，结不了财。那你有别的要结的吗？你管我呢？放正正点，给我趴回墙上去。结不了财。抢个你朋友回家呀！公司已经决定聘用你了，工资3000。我每天下班送你回家，还有2000的交通补助。回家路上陪你吃饭看电影，还有3000的娱乐补贴。单身25年，当你的私人保镖。工作单身满3个月的话，还有3万的提示金。可不可以你把我宠爱，回到我谁都不爱。女生求生欲很强是种什么体验？啊，亲爱的，你看着我干嘛？我没在网购，我清空购物车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你是不是打游戏累了？我帮你打排位吧。你是不是不高兴啊？我靠！我帮你买皮肤吧。哎呦我的妈！人事，你在吃什么呀？你在吃什么呀？你在喝什么呀？你在吃什么呀？啊，没有啊，我在吞口水啊，你要试一下吗？再见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个体贴的人事是种什么体验？人事，我头有点痛。今天下班吗？人事，我叫二狗下崽子了。2天。哎，人事，我今天心情有点不好。3天。我大姨妈来了。你不是男的吗？喂，你好，你的外卖到了，麻烦下来拿一下。好的，来了。不要紧，我愿意吃的。轻轻的尝一口你说的爱。
哎，人事，我这个月前进奖怎么回事啊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就是我们公司的老鼠屎啊！什么老鼠屎？你侮辱我！有本事跟我出来聊聊！怕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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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有没有看我们呢？没人看我们，走吧，看电影去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干嘛？我要迟到了，快让开！漂亮吗？哎呀，什么时候？快走，走，快走！快说嘛！哎呀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化妆师，不好看吗？好看。这世界上我排第几？你排第一。哎，好看，你可以当我女朋友吗？好看，世界第一。想得美。哎。出发。你在前面加句宝贝。你说说你，上班要迟到要玩手机的，给我做三十个深蹲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这么多个我不。快点！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一看就没有什么体力，快点做。哎，还好吗？还有没有体力啊？哎呀，我好像没有体力了。那送我回家吧。想和你一起闯进森林，潜入海底。麻烦你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去叫一个人过来面试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哎，你也是过来面试的吗？我刚上大学，想找个兼职赚点生活费。啊，原来是师妹呀、啊！哎，没看过这么好看的师妹。没有啦。我们交换一个联系方式，方便以后学术交流。啊，那好吧。哎，人事这边有个人需要你面试啊。你给烦死了，老是这种时候。我扫你吧，好吗？哎呦我的妈！